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个礼拜的十二生肖整体运势。下一周呢是国历的9月26号到10月2号，那十二生肖呢我们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。首先第一组猪兔羊，猪兔羊不错哦，在下个礼拜事业运佳，带动进财，工作好钱财就来了，所以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语。其实第二组是虎马狗，虎马狗是检讨改进，提高效率，有不好的地方当然本来我们就是要改进嘛，所以我给了三颗星的那个评语。再下去是蛇鸡牛这一组，蛇鸡牛这一组下个礼拜比较要小心一点哦，克制欲望，勿太招摇。所谓欲望就是你要买一些浪费啦、奢侈品啦，也不要太招摇啦。那提醒你小心，我们只给一个赞的评语。其次，猴属龙，猴属龙下个礼拜也不错，工作起劲，升职有望，工作做得好，职位也提高，当然薪水也增加喽。是我给了四个赞的评语。那十二生肖呢，在下个礼拜有三个生肖运气最好的。首先钱财最旺，钱财最旺是属猪的朋友。其次事业最强，事业最强是属老鼠的朋友。再下去桃花最红，桃花最红是属羊的朋友，请好好把握下个礼拜的机会。那至于下个礼拜的民俗祭祀呢，因为下个礼拜刚好是在白露到寒露之间，也就是说秋天已经到差不多了，然后在秋天的中段了。那我们在民俗祭祀里面的第一件事情，那在民俗有这样的一句话，白露身不露，寒露脚不露，就是白露的时候呢，因为天气已经转凉了，很多年轻人还喜欢说啊，我没有问题啦，这个袒胸露背的啦，或者说甚至年轻人不穿衣服，我们就用就用，哎，不行，你最好这个时候衣服要穿着了哈。那这一到寒露更冷了，那冷气从地气上来，所以你的脚最好要保暖，所以叫做足不脚也不要露。好，民俗祭祀的第二件事情，观红叶，这个时候呢。我想全国各地啦，南北可能会有点差别，但是红叶都已经出来了，在民俗呢，在这时候呢，假日中啊，或者有闲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到郊外啦，到森林呢去看红叶。那民俗祭祀的第三件事情，吃芝麻抗衰老，这段时间在民俗中正好可以吃芝麻的时候，因为芝麻呢它可以助消化，那么降血压啊，我们可以吃芝麻糕啦、芝麻绿豆啦、芝麻酥啦等等，都可以让你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